的旁边都很认真，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再超越前一名，我们都没有这些困扰。对，因为我们离前面真的是太遥远了，所以车头灯都看不到，等于是没有牵挂。没有牵挂，对，没有牵挂，可以放手一搏。这种的最可怕，小心了。因为我们叫置什么？置死地而后生。没错。出发了！哦耶！天气很好，真的很舒服。对啊，我觉得宜兰就是很适合每次就来这边哦，度假一下，玩一下。看起来这个时间应该是最后一关的，没错了。最后一关了，最后一关玩起来应该是个大关。这个路线怎么那么奇怪？这应该是 A 一个路线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边到底哪里呀、啊？我没去过哎。这一关不知道玩什么。我觉得有可能是跑山。真的假的？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骑的路就是一直往山上去？有没有发现？奇怪，我搞不懂哎。没有任何想法，到底要去哪、啊？那么远，很远耶！我们觉得我们要再去山上迈过，应该是去瀑布，瀑布啊，新寮瀑布，我刚看到，终于如你的愿了，要去爬大山了。对啊，你从一开始就在讲新寮瀑布啦，爬大山的啦，被刷了。太热血了啦！哎，我们等一下会不会淋雨爬山呢、啊？一定会的啊！不要想我。来到我们的最后一关了，耶、yeah, yeah, ！来，先聊瀑布。完了，沿路骑就已经发现不妙了。对，那想说死了，先经过梅花湖，哎，走反方向，然后再骑一骑，哎，有农场，然后又有瀑布。哎，等一下，你怎么略过那个有一段我们全场的人很安静，哪里也不敢看，就一直往前走。有那段我就心里默念，哎，拍谁借过借过。没有，我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借过你，就是当昌明哥很怕这一关的时候，他里面话特别多。对，高危。我们觉得背雅兰姐说，就是一步是要有。有点下马威，对不对？而且昌明哥从一开始就一直说爬大山，爬大山，好了吧？啊，这关是同甘共苦心电心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可以欣赏沿途的美景。上面有三个平台，每个平台都有默契的问答，只要答对了也就往上，他最后就夺旗。请问如何往上海关？就是一起走路，牵手走路，就牵手走路的吗？剩下3000，还有剩下4500是差不多的，我们就是全包了，整包都放里。对，我们就连这个也赔进去，好不好？全部都放进去。这个也输光了，我再还一个这个。他们旁边都很认真，就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再超越前一名，我们都没有这些困扰。对，因为我们离前面真的是太遥远了，所以车头灯都看不到，等于是没有牵挂。没有牵挂，对，没有牵挂，可以放手一搏。这种的最可怕，小心了。因为我们叫置什么？置死地而后生。没错。对，你怎么好怕了？我觉得这样的。啊？真的。最后一关了。最后一关哎。可是你压力都到时候最后你怎么办？可是他也说不是最后一名，他只是玩东西玩多少。对啊，对啊，那你就二吧。我们只要不要是最后两，就绿队跟凤凰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就算我们现在扣3000。3000分扣掉，我们剩下这边，你赢得了他们啊？哎，怎么样？就这样，冲了！才上个礼拜，亚兰我说，哎，我们现在是结婚几周年了、啊？我说，那个龚虾米，你现在不知道我们结婚几年？他说，哎，是不是23年了、啊？我说23年，你再讲一次啊、哦？对了，20年了、啊，你再说两次，我们今年是满22，没有一个猜对。对好，2000，2000，好不好？绝交好不好？好，可以哈。OK， 还是要3000。就算这一关输了，阿铺是第一名也没关系啊，那就是3000，就是3000。那我跟你讲，我们等一下，因为他是上去默契，就是说，比如答案两个要答对一样的，那我觉得我们就是因为我默契不太用担心，这一次以我为主的默契，你就是都想我，想你的想我，想我，好，好不好？好。